我来森林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。大家好，我是伟静。昨天影响台湾的封面云系已经逐渐的远离台湾了，所以今天各地很明显的都有阳光露脸，都是一个相当温暖又舒适的天气形态哦。而预计呢，这样子的好天气其实至少可以持续到这个周休假期，所以提醒大家喽，未来这几天天天都是好天气，但大家呢千万要好好把握这样子的好天气，不管是外出走走或者是晒洗衣物，都是相当的适合的。气温的部分呢，也是持续的往回升。预计明天各地中午的高温就会来到28度到30度了，中午的时候其实会感觉有一些些闷热，所以提醒您中午的时候外出千万要记得多补充水分。西半部地区呢也是比较晴朗的，也要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。好，我们先从卫星图上面来看了，今天呢就是受到封面云系逐渐远离的影响，全台各地呢都有阳光露脸了，而这样子的好天气其实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。虽然说呢中国南方有一波波封面云系在发展，但是这些封面云系呢是不会直接南下影响台湾的，就只有在周末的时候会稍微靠近台湾一点点，导致呢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有一些些零星的短暂阵雨。不过整体来说呢，其实未来这段时间天气状况都是相当的好，相当的稳定哦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从事户外活动了。可以看到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不高的，除了在东半部地区呢这个云量比较多一点点之外，其他地方其实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形态。气温的部分也是持续的往回升，各地清晨跟晚上的低温都已经回升到20度以上了，中午的高温呢更是可以来到25度到30度左右，各地中午都是暖乎乎的天气形态哦。所以其实呢建议您在衣着的部分就可以穿着短袖，早晚再搭配一件薄外套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这几天都是这样子非常好的天气形态，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样子的好天气，外出走走或者是晒洗衣物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，我们明天见。